短十八相送。而且从今天来看，就是整个的中国戏曲越剧为代表，它的观众层是现在在中国最多的，覆盖了从农村最基本的农村观众，一直到都市白领和大学生这样一个层级的观众。Western classical music tradition, which has the same problem. How do you make this speak fresh and new to a new audience and a new society? This is so that for me was great. 是做这个地铁这个广告的，然后我们在一块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当代的东西，当代的这种空间，然后延伸到想一想，还以及延伸到这个最遥远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会变得非常有意思。项目放在城市与农村，在城市之间，放在不同的空间里面，我们怎么把它衔接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演出，然后我们还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来呈现，最后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旅游项目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最欢迎的，也是我们的政府也好还是人民也好最喜欢的。